张继科啊，马龙啊，就乒乓国乒的那帮乒乓球大神，我都觉得就是都很帅，对，嗯。张继科，真假的，真假的，这吓我了，真假的，你至于吗？你至于吗？你至于吗？要不要尝尝？真的好吃。不吃鸡皮，不吃皮。为什么？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，那个不吃。